各位现场来宾以及我们的事业伙伴，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叫蔡崇佳，那么我来自台中。那么如果呢，大家记不得我，我通常都会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呢，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各位有没有去餐厅吃过菜？有。菜吃完了要怎样？重加一遍了哈。所以呢，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去餐厅哦，菜吃完了，你还想再吃，你就举起手，大声喊什么？蔡崇佳，那个服务生就来为你服务了哈。这个呢，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的记得我，那么呢，今天很高兴呢，能够每个礼拜四呢，我们在福华饭店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欧区咖啡的品尝会暨商机说明哈。那么在此呢，代表公司欧区公司呢，欢迎大家的莅临。那么呢，各位有没有喝到咖啡啦？有。有哈，好喝吗？好喝。是咖啡吗？是咖啡了哈。那我们今天呢，这样的商机说明会呢，我想呢，我们也是呢，透过我们的朋友的邀请，对不对？他邀请你来干嘛？喝咖啡，然后呢？聊是非。听一个商机，对不对？那这个商机的意思就是一个什么赚钱的机会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知道说，现代人呢，真的是蛮辛苦的哈，什么通通涨，就是薪水。没有涨，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要多多的来了解，或者去看看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多增加收入、多增加钱，对不对？然后呢，有什么样的市场呢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什么市场呢比较容易介入的？那有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商品呢是我们能够做得到、能够赚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再一次的代表欧区公司呢，欢迎大家莅临。那我想呢，今天的商机说明会呢不会很长，它只进行三四十分钟而已。那么请大家呢用客观的心情，然后呢好好的来了解一个商机，好不好？好。好。那么呢，今天呢我们的主讲贵宾呢相当的难得，是我们远从台北邀请来的黄成毅黄老师。那黄老师呢在行销业界呢已经有将近20年的经验，他以前前身呢是在做小学的老师。那么为什么一个做小学老师会进入到组织行销业界呢？你觉得是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样在教学生，对不对？教学生呢，未来长大之后是为了要干嘛？让他们有什么？有出息，我尊团了哈，我尊团的心，我探及，然后在社会上成为栋梁，对不对？但是呢，他发现说呢，你这个教人家赚钱这回事好像比什么教这个好像还来得重要啊。所以呢，他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工作呢，这样的一个事业呢，他在上面开始帮助别人赚钱，帮助别人教别人赚钱的这个工作变得更的神圣了哈。那么呢，他也开始乐此不疲，在这个经营组织行销业界。那么他也曾经呢组织人数破万人，然后月收入破百万哦。我想呢，今天呢，由他来跟我们阐述，他为什么会被欧居咖啡这个生意所吸引，他为什么要来认真的投入？我想由他来，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们见证一下，是不是相当的适当啊？对不对？所以呢，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是要用最什么热烈掌声的哈。但是呢，在开始之前，我请大家配合我两件事情，好不好？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呢，将你的手机关至静音。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会议当中呢，我们尽量的不要任意的走动，好不好？好，以免影响到呢其他人听讲的权利。谢谢大家的配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当然呢就要用最热烈的掌声、迷人的眼神来欢迎我们的黄子毅黄老师。谢谢我们蔡崇佳老师的介绍哈，看了我两个敢输的谁中哈，我真的是好兄弟一对了哈。那我们现场台中的好朋友们哈，大家晚安。晚安。我们台中的朋友真的非常的热情哈。刚刚在福华饭店，我这一辈子活了40几岁，从那边我走在路上，被路边的女孩子对我比比啊起来，我们的 Linda 看到我。害我小心头小鹿砰砰跳，原来是我们的伙伴的美丽的司仪，所以给我们琳达司仪跟我们崇佳老师的主持哦，来掌声谢谢他们一下，好不好？谢谢。那在场的朋友哈，这个刚刚已经确定了哈，我们那个马英九先生不会来了，
所以这个位置哈、哦，赶快把它补满，知道吗？那个中常委大概也不会来了，所以后面的人如果看不到影片哦，可以往前坐一点，好不好？好，那我们后面来的人可以依序往前补上哈、哦。我们先请教在座的各位朋友哈、哦，来，你觉得从今年开始，现在今天哈、哦，你认为今年今天现在开始，你会比以前更有钱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啊，为了没有手。可能刚刚台北人他来探钱，哦，探钱不重要，心态给高较重要。所以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自己今年开始会比去年更健康的举下手？哦，比较多人举了哈、哦，但还是有人没有举。要不然看看你的旁边的朋友好不好？右边没有人看左边，左边没有人看右边，看一下。好，你觉得坐在你旁边的人？今年开始会比去年更有钱、更健康的举下手，这个波雅秀也更好。好，给自己跟周围的朋友健康跟有钱的掌声，好不好？我是黄承毅，来自于新北市的永和区。永和区有去过吗？有。有那边捷运现在越来越发达了，房子跟台中也一样，也是水涨船高了。那过去在国小教书了，哈。那我这个记得我在教书的时候哈，有听到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个人啊，他呢没有事，常常很喜欢训练那个斗拳，啊，那从刚开始乡镇斗拳比赛，哔哔哔哔哔，哎，冠军了，乡镇比完冠军之后，接下来要挑战县市，比比比比，他那一支斗拳又得了冠军第一名，县市比完冠军，接下来要比什么？全国的冠军斗拳比赛，还是被他拿下，哇，出口比赛。既然全国第一名，当然是要挑战什么国际性的冠军斗拳比赛，斗拳比赛又给他拿到第一名的，哇，这个人就威风不可一世啊、哦！人家说这个人以狗贵，就是这么来的、哦。他就走到那个敦化南路哈、哦，在那个林荫大道牵着那只冠军犬。那个敦化南路的林荫大道的人行道很窄，有没有去过？哦，树林很茂密啊，就这样走着走着，那因为很窄嘛，远远的就看到对面有一个老头牵了一只很大只的狗。好，那两个人就狭路相逢，谁也不让谁，谁也不让谁。啊，那个老伯伯牵的那只狗哈、哦，虽然很大只，骨架很大，可是那个毛全部掉光光，然后呢皮又很重，身上又一块一块一块的，像狗皮药膏了这样的得了皮肤病哈、哦。哇，那个冠军犬的主人一看，他想说这个人应该要让开，没想到那个人动都不动，往右他也往右，往左他也往左。小学有没有看过一个故事叫两只山羊在过桥，有没有？哎，他就想说这个老伯伯你太不自量力，我这个是冠军犬，你竟然不让路。好，这样子好了，我们来比赛一下，两只狗谁赢了谁就让谁过去，这样好不好？那个老头比利亚把酒杯给看着，年轻人你确定？当然确定啊，你就比啊，国际比赛第一名怎么可能打不过你这只那个那皮又皱皮肤又烂烂的狗，毛又掉光光的狗了。就一声令下，预备，开始！不到十秒钟，啪！哎，那只冠军狗竟然当场被咬死！哇，那个男主人一开始是很 surprise， 很难过，大概三秒钟，马上转念，没关系，冠军狗死了就算了。阿伯啊，虽然讲我今天叫你只狗咬死我去，但是吼，来，你只狗要出偌侪钱吼，开个价给我，我要再把它训练带到国际上去比赛，又变成冠军狗。你告诉我哈。你这只狗到底是什么品种、什么血统啊？那俩边哈，听完他这样问，他说：“年轻人，我实在也不晓得我那只狗是什么血统，我只知道说它毛还没有掉光之前是一头狮子。狮子是狮子，狗是狗。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举一下手看一下好不好？第一次来的朋友。”啊，就要招人来啉咖啡，奇怪，咖啡就咖啡，他也讲内底佫有掺甚物灵芝，啊，到底是来食灵芝，还是在食啉咖啡呢？搞不清楚啊！对，灵芝是灵芝，咖啡是咖啡，灵芝加上咖啡会成为不一样的东西哦。那因为你带你来朋友不晓得说，那怎么解释，知道吗？怕把机会讲成什么误会，金矿说成煤矿哦，怕你失去这个赚钱的机会，所以今天要借动这样的一个简报，让大家可以来这边。都不要空手而回，好不好？好，所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个简报的出场，好不好？好，这家公司叫做 Organo Gold， 啊，英文翻译成中文叫做有机黄金的意思，哈。啊，我大哥大姐讲到最 Organo Gold， Org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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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写在不？你咖啡倒落，那个干那变什么色嘞？
变欧血，欧咖啡变欧血，买是可以的哈。那有机黄金，其实老板本来不是要来卖茶杯的，他本来是想要推广这个东方的圣品草药哈，就是灵芝啊。所以各位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不管是灵芝咖啡、灵芝绿茶、红茶、灵芝香皂、灵芝牙膏等等哈，我们里面的灵芝通通都是有得到各国的有机认证。来，比方说这个欧盟的有机认证、美国、日本还有全球的 UCAS 的食品认证，通通都是有机，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推广给朋友啊。尤其这个欧盟不简单哦，各位，栽种灵芝的场地哈，5到10公里方圆之内，北塞有水源的污染啊，也不可以有土壤的污染，更不可以有什么空气的污染啊。讲到那个空气的污染，台中应该是比较好一点。台北的空气，听说那个鸽子从台中飞过台北出来会被乌鸦，知道吗？告别乌鸦，现在不告赖。但是要拿到这个欧盟的认证不可以哦，你必须要方圆5到10公里，刚刚讲那三个条件都不能受到污染才可以拿到。所以光是拿到一个欧盟简不简单？不容易哦。同时我们竟然拿到这么多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吹毛求疵、这么品质严谨管制的公司是来自于哪里？对，加拿大的温哥华，成立于2008年到现在3年多的公司，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过3000多万美金了啊！这个资料是还没有更新的哦，如果更新之后已经超过台币10亿了。为什么营业额那么高？各位，全球啦，已经行销这么多个国家了哈。从加拿大出发，美国、荷兰、英国、德国、希腊、奥地利，各位你想得到的国家都有，想不到的国家也有，知道吗？我们在网络上的官网上看到那个地中海的哈，什么共和国啊，他们那一个岛国的国民也开始在喝我们的 OG 哦。但是各位不管，我们现在重点是在这里，我们身处亚洲的市场当中哈，来看看它的市场有多空旷。除了菲律宾跟台湾哈，中国、越南、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通通都没有，知道吗？他们都还不知道什么叫欧菌咖啡啊。所以各位，未来东南亚的市场从谁的脚底下出发？就从在座的各位了解吗？用台中的人有多少人知道欧菌咖啡？龙皮虾，了解不？台中的人知道欧菌咖啡的人，通通都在这里啊。所以各位有没有掌握到先机？有哈、哦，给自己一个先机的掌声，好不好？那其实马来西亚的朋友已经standby了啊，我们的吉隆坡的那个办公室也已经装潢完毕了，所以要开进来哈，要加紧脚步了。很多的外商市场啊，刚开始的时候哈，都是先找香港，因为香港是国际化，马来西亚多种族文化，新加坡最后瞄准一个那你看到一条囝跟他韩籍那个国家是哪里国家？台湾才过来。但是这家外商公司很特别，亚洲的市场为什么那么重视台湾这个市场？原来这里总裁带来到隔壁，知道不？福建人啊，我们的 Bernie 他是福建人哦，但是他的国籍已经入籍加拿大了，从小在菲律宾长大，是菲律宾的华侨啊。那么他曾经在菲律宾有建立起超过50万名的组织，所以他也是组织行销出身的，也赚不少钱哈。夸里比亚巧的嘛，是不是跟在座各位台中的伙伴都很像，都很有亲和力，管良破安嘛。他说就会就会所以大年老婆求人管两拜好吗？台中会非常我们台中的朋友就像这样刚刚来的时候都体验到大家的台中朋友的热情那也因为他很热情，人就会就会，所以他本来的名字叫 Bernardo， 他的同行的朋友都叫他 Bernie 一直说外面我做黄成义啦你若感觉我观念好，就好做伙，你会使叫我阿爷啊，无紧，安尼了解无？黄成义变阿爷啊，意思就是 Bernardo 变做 Bernie， 安尼了解无？你有什么那中产那两个名啊？其实 Bernie 是对他的一个昵称嘛，从这个朋友对他的称呼就知道他的为人是非常海派，很随和，也来台湾3次了，最近会来台湾，因为我们台北的办公室3楼即将要启用，但是他赚了很多钱，其实他最专长的事情是什么？研究灵芝。对，他研究灵芝已经超过10年的历史了啊，因为他知道灵芝这个草药在东方社会很让人家接受，它可以带给人们健康，甚至带给人们财富。可是阿多爸知不知道？很少人知道，所以他有一个使命，很希望把这样一个东方的圣品推广到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来服用它。所以呢，为了成立 OG 公司，
他就到中国大陆去寻找合作的厂商。好，因为灵芝在中国是几千年的历史，乔贵细行年哈，从古代的帝王到现在平民老百姓都吃得到哦。那要找到这样一个专业的技术公司是非常不容易的哈，因为先知柔啊，各位其实当国小老师生肖都属乌龟长毛，叫做龟毛，知道吗？老师在做水曜龙就古摸啦，所以我在网络上我就有先替大家查询的先知柔这三个字了哈。各位，它不但是目前中国官方政府投资，你相信吗？4000多年的灵芝圣品竟然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国家级的标准制定项目，很不可思议哦。一直到这几年官方的政府才委托先知柔来制定国家级的标准制定项目，所以它的地位够不够崇高，它的专业够不够让人家觉得敬佩，因为连官方政府 都找它啦。那重点是在这里，他们在武夷山有一大片的土地，各位看到这个哈，像巴掌大一样的灵芝哦，全部都是土生土长在武夷山的土壤里面生长的。我们台湾谈到灵芝都会有印象叫牛樟芝，对吧？好，但是台湾的土地够不够大？哎，地小人稠啊，那要量产灵芝不容易，所以有时候你常常会听到所谓的叫太空包或是培育包，有没有人工培育的啊，甚至有的国家它是直接打营养针比较快。其实太空包跟培育包不是不好，只是它不能够拿到天然认证。但是如果我们的灵芝都在武夷山的土里面，那是不是就天然的安怎雄厚？所以我们的灵芝拿到的认证都是天然的，这样了解它差别了。好，那也经过中国和日本的灵芝专家鉴定分析，武夷山是全世界最适合灵芝生长的地方。因此我们的总裁 Bernie 看了之后二话不说，直接 OG 和先知柔合作，共同投资了超过台币670亿哈，在福建省武夷山旁边的土地啊，盖了这么一大片的一个有机灵芝的农场，就给它盖起来了。一个公司哈，刚开始开的时候要不要永续？要了哈。那永续用嘴巴讲的容不容易？好，用嘴巴讲可能是很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哦，我们来看看在场有没有哪位贵妇，新元在吗？算贵妇了哈。所谓贵妇就是那个已经是熟女了啦。啊，新元老公爱你吗？爱哈，毫不思索。那个老公在追你的时候，有没有请你去餐厅吃过饭？有了哈。如果老公在追你的时候吃完饭，当初是男女朋友的时候吃完饭去那个叫做台中最有名的餐厅是？如斯鬼子啊，不然我们听鬼我们在王品牛排啊。哎，老公跟你说新源我们去牛排馆约会吃个饭，好，那时候叫男女朋友还不是老公。吃完饭的时候到柜台，亲爱的我们勾搭去吧，够狼啊，够狼啊。你觉得这个男朋友对他有没有诚意？我好爱你哦，嘴巴说好爱你，带他去王品牛排吃餐厅，说你付你的我付我的，这样有没有诚意？一点诚意都没有。所以旁边是你的哦朋友啦，哦，那你有女朋友吗？没有。你有男朋友吗？都没有哈，哦。那今天上了这堂课，知道什么叫诚意了吗？知道。又对方脸急出来，叫你诚意啊。所以钱拿出来砸，拿出来建设才叫诚意啦，啊哦。每一家公司都说它是有序，男怕入错行，女怕怎么样？女也怕嫁错，男也怕娶错娘，哎，女也怕入错行，对不对？所以你跟公司跟选对人有没有很重要？有啊，一个公司刚开始成立就可以投资2亿4000万美金，这样的公司够不够有魄力？够不够有决心？啊，做事业要不要跟着这样的一个企业家？要啦。所以给我们的这个 CEO 哈，我们的 Bernie 一个有魄力有决心的掌声，好不好？开心。金水开尔呀，啊，一开始咱的 Bernie 啊，嘛是加勾引，他还是比照传统的方式，用什么方式来做灵芝？胶囊。所以外国人在吞胶囊的时候，觉得好像在干什么？加油啊，哦，啊，个灵芝够抠抠，然后良药怎么样？苦口啊。但是国外的外国人没有这个观念啊，所以这个灵芝一开始行销不是很顺利。直到说有一个厂商有一天带了一盒咖啡，跟我们的 Bernie 建议。啊，你为什么不把灵芝和咖啡掺在一块呢？结果这一掺下去不得了，咖啡味道还是咖啡，
形状还是液体的。有没有刚刚朋友喝咖啡喝到一半，砰，突然变一朵灵芝出来？那我不太熟了啊。所以它的形状、它的气味、它的颜色，通通都不变，它就好像咖啡，可是却可以在让大家喝咖啡的同时，把灵芝给吃下去了。也就是说，借由培养喝咖啡的习惯，来带动人们服用这个灵芝的一个习惯。我一开始去年十一月哈，我的推荐人比尔老师带我到欧居咖啡去服用咖啡啊。你知道我说这辈子从来没喝过黑咖啡，我想这细人那有人自讨苦吃，加苦哦，阿个油油看到跟导游啊，你知道不？所以那真的好做咖啡，真的好喝啉啊。喝下去之后，各位，我现在都不会再想要去喝调味的。原来这个才叫咖啡。喝完之后，我们的喉头有没有很那个叫做润喉？啊，有没有回甘？有啊，在场各位有喝过黑咖啡的举一下手。有啦，让我回甘嘛。啊，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去喝调味的。原来黑咖啡才叫做人间制品，原来才叫做咖啡的味道。从此之后，我每天都很盼望明天赶快天亮。为什么？因为我告诉我自己，一天最多喝两杯。好，所以当我下午两点喝完两杯的时候，我就是可以在等明天什么时候到。因为明天到，我又可以再喝两杯了，知道吗？我已经爱上 OG 咖啡，爱到这个程度。所以我有没有培养我的习惯？有啦，那个生理时钟一亮，眼睛一睁开，外国人就喝一杯，下午喝下午茶喝一杯，晚上吃完饭喝一杯。平均调查北美洲的人民哈，一天大概平均喝三杯的咖啡。不改变咖啡的习惯之下，来，你本来是喝拿铁的，举一下手。过去的习惯，拿铁的就是有掺糖的啦。少数呢，啊，我们台中人都内行的呢，在台北问十个人，大概有两个是黑咖啡。刚刚问过我黑过的举手，喝过的举手几乎是八九成。好，一天喝两杯以上的举手。好，现在请你继续喝你的黑咖啡，请你继续一天保持两杯，习惯要不要改？不要改。可是可不可以本来在单体，本来在85°C，本来在博朗喝的咖啡，本来喝雀巢的，现在换个牌子跟地点来喝我们的什么 OG 咖啡？因为喝 OG 咖啡有两个东西外面没有，第一个喝到健康，第二个叫喝到财富。谈到财富，来看一下咖啡市场，不谈灵芝哦，光是咖啡全世界一天的消耗量就喝掉19亿杯，台湾民众也不落人后啊，去年啊一年已经喝超过14亿杯了。各位不相信，你有没有看到你们家最近啊那个 7-Eleven 都在装潢？有没有？我们家在永和，去年十月才刚搬，巷子口那个 7-Eleven 第一块看到的新店店吗？他怎么开始那个布幕都围起来了？原来啊，为了卖咖啡可以把装潢打掉重新再来，一楼通到二楼，哎，7-Eleven哦，桌子椅子全部都拆出来。哎，星巴克一杯100多块，你看到上班族每天排队，看到美术音到咖啡龙边请一点，你知道吗？一样，麦当劳啊，听说他们家的汉堡卖到全地球可以绕7圈半，照样一样在抢咖啡的市场。中南部唐恩都乐在哪里？我们台中在哪里？卖甜甜圈的那一家，有人知道在哪里吗？哪一条路？Donuts 有吗？台中有吗？我听说南部很多，对不对？你注意看哦，那个卖甜甜圈的这个财团哦，他的招牌卖甜甜圈，本来招牌应该就是什么？甜甜圈，他就甜甜圈嘛。他为了要卖咖啡，可以把他的甜甜圈的招牌打掉，换上一个加上一个咖啡杯上去，怕过路客不晓得他们家没有有卖咖啡啦，以为只有卖甜甜圈而已。所以财团抢咖啡的市场抢到这个形，这个状态了哦。台湾卖咖啡卖的最好，卖的股票上市的那一家叫做85°C哦，股票上市听说一张要30几万。本来以为加盟金是200万，听说麦当劳已经都从1000万降到200万，这个85°C竟然可以从200万调升到500万的加盟金，捧着加盟金去85°C拜托我要加盟者，给你庆平庆六哦，看看你有没有够资格。规定你店要开在哪里？三角窗，租金谁付？加盟者自己付。不想雇店要不要请店员？要。店员的钟点费谁付？加盟者付，还没有包括其他的管销材料，夯不啷当加起来绝对超过是500万。咖啡生意如果卖得好，夫妻两个欢迎光临，谢谢光临。卖得好叫卖到腰酸背痛，卖得不好，
钱砸下去的很心痛，知道吗？所以吃这个也凉，吃那个也凉。所以跟财团合作卖咖啡有没有那么容易？没有，不容易。各位，跟 OG 合作卖咖啡非常简单。我都跟我们台北的伙伴讲哈，我说哈，只要你会约朋友喝咖啡，你就可以来从事 OG 了。怎么约？我们第一次来的朋友吗？好，什么大名？朋友叫你？忘记了，身份证拿出来看看。贵姓？啊，小林，小林，我是陈毅啦。啊，我阿哥啦，我这边在台北才能回话咖啡。啊，阿妹酒没有来福华饭店吃的，福华饭店嘞，嚯、哦，福华嘞，阿哥免费啉咖啡也来不？绝对要来啊！因为我要请人帮我倒啉看卖气味好歹，我本人啉了感觉袂歹，但是要找较侪朋友来给我同我建议。哈、哦，礼拜四晚上的七点。在台中福华饭店安和路129号，来有去过的举一下手。二街啊，二街啊，福华饭店安和路129号，没错吧？啊，你不晓得哦，啊，你已经坐在这里了，你就这样一句话就好了。阿温到那福华饭店就很美嘞。我们现在什么台中有什么南区、北区、东区，对不对？各位，刚刚今天下午明阳老师打给我的时候，我人在中壢的 7-11， 笑熊猫让来和我来邀请林嘉宾。福华饭店兄，你可不可以去他家的楼下 7-11？ 到处都是啊，没有空哦。啊，没关系，没关系，我明天刚好要去你家，你们家的旁边有没有 7-11？ 附近有没有 7-11？ 有，绝对无为啦。啊、哦，我去泡给你喝，就这样子而已，朋友就来了。好、哦，只要会约朋友喝咖啡，好开口，于是就造就了这位美国高收入者，来自德州，叫做 Houghton Banks。他目前推广我们 OG 咖啡，单月哦，一个月的收入已经挤入全世界做组织行销排行的第二名，一个月是2100万的台币。各位算一算哦，算盘计算机拿来算一算，2100万是一个月，乘以一年12个月，年收入多少？2亿多，等于一年中一次头奖，知道吗？这样有没有一点感觉了？有哦，但是排第二名哦，第三名是啥？做安公司的这家，好、哦，他本身是我非常敬重的学姐，我们两个都台北市爱国西路1号毕业的，啊、哦，师院毕业的哈，啊、哦，我两个拢做老师做过一寡，然后拢把拢造出来，好、哦，不务正业的对吧？我很敬佩他的是，他可以从做小姐做到变阿姨变阿嬷了，他还在这家公司30年的行销历史，第一名跟他同一家，也是安公司。我说这个人对少年兄做到被欧高兄了，胡子都白了，这不是肯德基哦，看清楚哦，这不是肯德基爷爷哈。他在安公司做了50年，也是很我们值得敬重的行销的老前辈。可是看一看我们的 Holden Bucks 做了几年，贵3年而已哦。做什么动作？约朋友喝咖啡，他的收入就已经远超过30年安公司行销公司的陈婉芬女士。我们要强调的不是说 Holden Bucks 他有多厉害啊，啊，我们要说的是说他可以年收入2亿多，代表什么事情？表示咱的公司业绩会做发多啊，有没有道理？有、啊。公司业绩没做那么大，怎么可能摸出那么多奖金？嗯，对。啊，公司业绩有那么大，是不是就表示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好卖。我们产品是什么品项？咖啡。是，即摆有人在想啊，到底我是要讲零食还是讲咖啡？我咖啡咩？我怀疑，不是都有喝的吗？表示 OG 的咖啡有卖那么多啦，所以 Holden Bucks 的收入只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 OG 咖啡真的很好推广。好，那也因为很好推广，去年2011年，这一家在美国的一个学术单位 Multi-Level Marketing 啊，就是组织行销的一个学术单位，18年的。他在美国有公信力，每年都会把全球组织行销公司排排站，打分数，打什么分数？哪一家公司？如果小林你要约你的朋友来从事组织行销公司，哈，最可以让你跟你的朋友赚到钱的那一家公司，就是超级商机第一名。所以第一名是谁 ？Organo 的，有没有看到？你看看第三名、第15名、第二名以后的了，哈。很多都是健康食品，就是化妆品，不是超过8年、10年以上，至少有5年、6年以上的。
凭什么三年的 OG 可以打败凌驾这些老大哥老大姐？凭的就是因为他是咖啡。所以在美国他有个 slogan 叫做很容易很简单，因为是咖啡，他多半了啊、哦、翻译成英文叫 It's easy, it's simple, 什么 It's coffee, it's coffee.好，抓 Holden Bugs 黑大哥来，一定要强迫他念这句中文。我在猜他应该会像我刚刚的口音，很容易，很简单。因为是什么？因为是咖啡啦、哦、所以在场的各位朋友，如果你真的可以认同咖啡的市场很大，如果你也可以认同和 OG 合作确实不难，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他的奖金分配的够不够优渥。好、哦，为什么他的奖金分配可以让哈、哦、五分埔哈、哦、网络商场拍卖排前三名的主管可以放掉不做，可以山西商场的老板可以不干啊、哦，可以公务员可以演讲的薪水不要来专职啊、哦，可以有月入百万的在别家行销公司的 leader， 看到 OG 这一局。还是一样头也不回的拼命往前冲，就是我们这些教练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各位，奖金制度重不重要？重要，非常重要、哦、以前就有那个一只哈、哦，公鸡啊，好、哦，他不自量力，他去找那个叫做青蛙比赛游泳，公鸡是在陆地上的嘞，青蛙是什么？两栖呢，尤其很会游泳，对不对？所以公鸡去找他比赛游泳，有没有很不自量力？非常不自量力。那个青蛙一看到他来跟他挑战游动物界的游泳冠军，他说：“你公鸡来挑战我青蛙游泳，有没有搞错啊？随便啦、啊，哦，你怎么比都不可能比得赢我啦。”哎，公鸡说：“我想跟你比赛，不过有一个条件。”青蛙说：“什么条件？随便你开，开玩笑，水陆两栖，我怎么可能会游输你啊？”随便你开条件，他说你说的哦，好，那我们就几月几号几点钟在游泳池就定位。裁判的枪声砰一响，公鸡跟青蛙扑通扑通跳到水，啪啪啪啪，大概30秒钟游上岸。第一名，各位，第一名哦，竟然不是青蛙，而是公鸡。公鸡第一名呢，青蛙竟然游输公鸡呢？为什么？因为刚刚公鸡是不是跟青蛙讲说条件要由他定，规则要由他定嘛？原来裁判枪声还一响的时候，那个公鸡说：“裁判就是，条件就是，不可以用蛙式。青蛙不能被疼，不可以用蛙式。”他说：“那行完了，其实公鸡已经游上去了，要不要停？”所以那个游戏规则重不重要？重。对，游戏规则不好，实力好的人会输给实力输的人呢、欸，实力不好的人输给实力不好的人、欸。所以游戏规则非常非常重要。OG 咖啡它的奖励制度哈。它不但兼顾宽度，还让你兼顾深度。组织行销要兼顾深度，是为了要让收入怎么样稳定；兼顾宽度是为了让收入可以节节的攀升。你看到 OG 咖啡的制度，两点都符合到。注意看哦，来加入 OG， 我们是会员制，第一年的入会费1650块，接下来每一年只要600块就好了。好，因为它是采取一个会员制的。为什么要帮你 key in 资料，知道吗？哦，比方说我黄成义有加入，哎，刚好台中有一个叫黄成义，啊，两年港名港姓，万一以后我的收入跑到他的收入，那是不是就严重大了？哎，所以要后台管理一下，对不对？哦，要缴个入会费，会员管制一下啊、哦。哎，但是不要小看这1650哦，各位，你可以拿到行销国际的一个网站，你的朋友不管你就在德国、英国、希腊，啊、哦，他可以用他们看得懂的该国国家的语言点选。然后透过网站来购买你的咖啡，或者是加入会员变你的组织。所以你在台湾加入可以行销全球目前16个国家的 OG 落地的各个国家的咖啡红利事业哦。那你每一周可以看看你的伙伴什么人来买，买多少，买几点，这个礼拜领多少钱，下个月又领多少钱，他已经帮你提供了会计。有没有发现你的奖金一清二楚都跑不掉，他已经帮你提供了后台的仓储，所以1650就把你当成是一个大老板，好，让你来使用这样一个网站，方便你的净存销管理，好，并且来去检查你的业绩跟收入，所以一切都是很透明化、很方便的。但是，既然你是要来从事 OG 咖啡事业，要不要假贺安娜？要求。
啊，你自己如果没有喝，朋友问你口味，你答得出来吗？最近很红的电影叫做哪一部？我知道你们都很少看电影哈，《复仇者联盟》有看过吗？好吧，蜘蛛人的后来啊，有看过蜘蛛人吗？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啊，你看过吗？哇塞，我拢听人讲诶，这样没说服力，没有说服力的哈。所以会员加入的时候，公司会给你12包的咖啡试喝包，分别是黑咖拿铁、摩卡、巧克力各3包，让你尝试一下口味。接下来你可以来经销 OG 咖啡里面所有的产品啊，来把它批发啊。我们举例，这一盒黑咖啡哈，160加入的会员可以用600块来批发进价。我组织行销做到把老师辞掉哈，我的妈妈在这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帮我卖过一样健康食品和保健食品跟化妆品，从来没有 never。但是投入 OG 之后哈，我只是把咖啡给我的妈妈，我妈妈我还没有教她怎么讲哦，她平均一个月可以帮我卖掉2个。为什么？因为那个黑咖啡真的很恐怖。喝 OG 的黑咖啡有个副作用，知道吗？哦，你们家最好是哈，旁边有一个那个家庭修改西装裤的，因为西装裤可能一个月要改3次，扣头也拎起来，要盖网，啊，不要讲太多疗效。哎，一听到扣头也拎起，我妈妈左右隔壁的大姐阿姨们，每一个人都跑来跟她买黑咖啡，好，每一个人都跑来跟她买哦。哎，就这样子，很容易就把它给分享出去了。好，那如果你的进价是600，我们建议啦哈，大概平均一盒你可以差不多卖800块左右，600卖800，所以平均的零售利润是多少？25%到30%左右。哦，所以一克红茶杯800，啊，两克高情咖啡一盒800，两盒就1500啦。啊，看交情啊，交情不好，一盒1200，两盒2000、3000，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哈，啊，不要赚太多是吧？哈，建议价大概差不多800左右哈。但是各位，今天邀请来大家不是要来买咖啡的。记得85°C 第一次出现在你脑海是几年前？应该怎么吧？有没有话说？那有人扛棒下85°C 有没有？你每天都还在想85°C 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全台湾已经开到满山遍野。等你知道原来85°C 是咖啡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变消费者了。因为搞清楚的人他已经加盟了。搞清楚了，他已经拥有一个通路场。OG 咖啡也是一样啊，今年2月台湾才刚启动，哎，才2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要寻找你来这样当经营者，大家一起来这边推广，好，看得懂看不懂咖啡的商机就在这里哦。我们邀请大家来当经营者，既然是经营者，要不要去分享咖啡给朋友喝？要，那么也要向朋友来了解，终其爱我淡薄啊，还有免费喝一下嘛，就像是今天第一次来新朋友一样。所以你这十二包的咖啡够不够？不够，一定是不够了，自己喝都不够了。如果你要像 Holden Bugs 一样，第一个月就狂约140个人，好，那这十二包咖啡绝对不够。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朋友在你的身边都会有一些咖啡，让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抢市场跟商机，邀约最多的朋友来。所以你的身边要有一些咖啡的存货，公司就有一个叫批发的概念。好，我们有3种的批发方式。第一种，我把它称为小批发商。好，消费同套装的咖啡产品大概是6盒，好，外加我们的灵芝这个保健食品，总计是台币5000块。好，这是小批发商。第二种叫中批发商。好，我们消费 OG 的银套装产品，台币是15000块左右。啊，像我缺钱缺得比较凶啊，所以呢，我是直接消费金套装啊，大批发商把30几盒的咖啡带回去了，总共3万块。各位，这么多咖啡，一个人喝得完吗？可能泡在浴缸里洗咖啡澡还有剩，知道吗？哎，不可以那么浪费粮食啊！现在物价已经高涨，不是要让你带回去喝的啦。各位，我们是希望你拿回去之后把它拆开，放在包包里。坐公车、坐捷运，现在还有人坐计程车给司机喝咖啡的，知道吗？我们台北有计程车司机加入嘞。好，看到朋友跟他说：“哎，我在批发咖啡，来帮我喝看看。”就这样子免费送给朋友分享、分享、分享。哎，有的人喝完之后就回头怎么样，会来跟你买。但是会不会有人在买的当中，哎，突然有兴趣，眼睛一亮，啊，你这批发咖啡跟我要加喝谈，啊，不要乱谈，你干嘛在讲我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对那个嗅觉、金钱敏锐、商机敏锐比较高的，就像在场的各位一样，你带他来福华饭店这边
透过主讲者老师的介绍，他也跟你一样看懂了，从批发商来入门，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第二笔的奖金，我把它简称为叫推荐奖金。好，比方说，哎，我们这一位绿巨人浩克，浩克先生，不行，朋友都称呼你为浩克。好，小浩克 ，OK 了，王了，小王好了哈。比方说，小王他推荐我消费王嘛，哈，黄他跟我一样同宗的啊。小黄消那个我们的小黄推荐老黄，啊，那才王消费5000块的同套装，公司就拨给我们这位黄先生5500块的推荐奖金啊。那如果推荐我消费15000的一套装，或30000块的进套装，分别就可以领到2000跟5000块的推荐奖金。所以我把它称为叫做母银行火花奖金，了解吗？因为它促成我跟 OG 咖啡结合起来嘛，好，一步啊这个机会嘛，所以一样看自己的母银行火花奖金，这样有没有很容易理解？有，有了哈。那我消费进套装30000块，对黄先生来说，产生了多少点的业绩？600CD 就是600点的意思啊，公司就把这个点数业绩从黄先生底下按照左团队跟右团队分别往下安置，每一周结算点数一次，然后乘以趴数换算成周奖金给我们的黄先生啊。听起来觉得我讲得清楚吗？清楚啊，我讲得很清楚了啊，但是应该你们听得很模糊吧。好，没关系，我们来举例一下好不好？来，假设来，我们这位黄先生，你左边推荐到老黄，右边推荐你台中的朋友，好，或是台北的朋友都好。来，老黄以前在干什么的？国小老师，所以我去推荐以前的校长、老师、主任，黄先生不认识，可他们消费套装点数累积到我们黄先生的底下。那你左边也去推荐你台南的朋友好了。台南的朋友延伸到台中、花莲、屏东、嘉义，好，这位朋友呢 ，B 先生，他可能去推荐他以前的同学、同事、同行、同宗、同袍，以前的男朋友、以前的女朋友、以前的老公、以前的老婆，可不可以？可以哦，台北好像蛮多的哦。这些人他不认识哦，他们消费的套装的点数也都累积到他身上，就这样往下，哈、哦，举例来推荐老黄我。加入金套装30000块，推荐一个是你多少钱？5000块嘛。那推荐两个，所以就乘以二，等于10000元新台币。好，那我消费金套装会产生几点的业绩？600点，黄先生可以领600点的20%，等于120块美金，换算成台币是3600。好，所以这两笔加起来就是13600。也就是说，黄先生推荐两位消费金套装的，可以领13600。那换句话说，推荐4位就领多少？听说台中人心算应该比台湾七千多，哦，27000多嘛，对不对？相当于推荐4个金级套装消费的人，你就差不多30000块回本了。可是各位，来从事 OG 是为了回本的吗？不是，应该不是。要回本很简单，不要加入就回本了。我们是希望可以像后生 Bugs 一样，看看可不可以一个月。多个2000万，去掉一个零也要多少？200万，再去掉一个零呢？20万嘛，盖会有吗？所以这一个双团队的一个奖金，它的特色其实就是哈、哦，让人脉多的人去帮助人脉少的，时间多的去帮助时间少的，透过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人脉，依序的往组织的底下做安置，让所有的伙伴都因为这样的互助。而达到可以领到一开始就可以站稳脚步，啊，因为新人一开始他的经验还不是很丰富，要靠着团队来互助帮助你周周领奖金。上无马只要招老刚的钱，干不起来呢？小朋友来家嘛，爱便当钱无？去登去厝爱油钱无？即摆油钱就贵耶。所以双团队的奖金让大家可以 hold 领头，了解无？一礼拜领一届，透过你的上手跟你自己。还有你底下的伙伴延伸出的点数，就这样子累积。台北的一位女孩子 Jessica 领到了我们这个叫做封顶，一个月30万台币。好，经济顾问哦，注意看哦。如果你是消费30000的，是20%点数的20%啊。
那如果是5000块的主管呢，是几 percent？ 10%， 不做便罢。如果要做呢，假设泡泡龙推荐到那个保利龙，保利龙突然推荐到李小龙、成龙、西维斯、史特龙，有没有可能？有哦。这样子下去，一年之后，假设是100万点哦，100万点20%是多少钱？20万的美金哦，100万点的10%是多少？10万美金哦。你不要想说10%跟20%差不加，你哪各位一年可能差一台宾士。所以你第一次今天来的朋友，你一定要看清楚哦，谨慎的选择，好好的问你的推荐人要选择什么模式。因为 Jessica 就领到了这一笔封顶奖金，一个月30万，一个女孩子，虔诚的基督徒，上台分享麦克风还有体育霜。左边推荐到她是基督徒，她很虔诚，她都没有朋友。谢老师在推荐到说，我都没朋友，我喜欢她做 OG， 伊讲你腿变高位啦。结果那 Jessica 就跑去教会，牧师牧师，我要创业，你要帮我。牧师说，神爱世人，要不要帮？一定要帮啊！好啊，怎么帮呢？喝咖啡。那个牧师30000块金级消费，左边缺一个怎么办？找传道。我们有没有基督徒的朋友？有。我不知道传道是什么职务了哦。我只知道豆桃，我不知道传道。哎、欸，我妈妈最过谁会抓？传一公一猛豆桃。我说好好好，可以让妈妈心里安心，没关系，我带你去问呢。好，啊，这位传道呢，也是一样，传道传道，同样的台词哦。我要创业，你要不要帮我？啊，好啊，怎么帮？喝咖啡也是30000块加入，结果这个牧师往下不晓得怎么样延伸到一位哈年轻人，他在组织行销做得很好。那个年轻人看懂 OG 咖啡，把那家公司的 leader 带了几位过来，结果就这样子，砰的下去，牧师这边200多个人。我们跟 Jessica 每天在咖啡厅就这样坐着聊天，聊三个月哦，直到有一天存折簿拿出来给崇家明阳老师他们看，各位老师们。你们大家都做组织形象，做到把工作辞掉，你们一定很有经验，可不可以你们帮我看一看，我这个礼拜为什么领那么多钱？用经验，你看他不在了，你知道吗？一个礼拜75000块，美金2500，刚好那一个月封顶30万。但从家老师去后台点到个话柜，就夸啊，你要妈妈咪呀、啊！全部的人，这一盘人，通通我们全部都在他底下。包含在座的各位知道吗？全部都在 Jessica 底下，他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那个传道不晓得怎么样挖井，挖挖挖挖到好深好深，那个石油喷出来，知道吗？就喷出了200多个人啊！他到现在都不晓得我们是他组织的伙伴，啊，就这样子左边碰右边碰，碰到不知道了，碰到几个人要杀了，真人真事。啊，你找到台北咖啡厅还 Jessica 啊，不要叫我分享啊，我会紧张啊。没有啦，我只要跟你打招呼而已啦。看看那一张哦，好。所以这一笔奖金，你不要认为说你以前没有经验，人脉不好，时间不好。透过团队的努力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个机会啊。那这一群人从等倍级数，这一群伙伴，不管他是爱喝咖啡，或者是想要经营、看懂商机，累积到成千上百甚至上万的时候，会不会回头再来喝咖啡？会。哎呦，因为你们那咖啡也屌哦啊！只要他们再来重复喝咖啡，透过倍数的成长。累积到成千上百或上万的时候，他们不断的喝咖啡，你就不断的领这3笔的重复消费奖金。好，时间的关系，我只要画龙点睛就好，把这个奖金的精神告诉大家就好，这样好不好？知道那个重点就好了哈。来，我把它称为叫麦当劳奖金啊。黄先生推荐我，我推荐10个人，10个人推荐100个人，这100个人你通通不认识，每个月喝咖啡的业绩你可以领5%。我把它称为叫麦当劳奖金，为什么？麦当劳的母公司全世界开了10几万家的麦当劳子公司哦，每一家麦当劳卖汉堡5%，所以母公司需不需要卖汉堡？不用，他靠着子公司汉堡的5%的利润，他就富可敌国了。我们没有办法准备那么多的200万去开麦当劳，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开会走路的咖啡馆？可以啊。我们的伙伴每天走到哪里，咖啡送到哪里，分享到哪里，讲到哪里，业绩就分布到哪里。所以这一笔的奖金有没有很像一个叫做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什么财？灵感通路叫通路财啦，知道吗？啊、哦，台中人果然比较漂悍一点，通路财啦，开个玩笑。
刚刚我从台北过来，经过一个叫天下第一站，泰山收费站，听说一天的车流次是号称20万台，每一台经过丢多少钱给那位小姐？40块哦，所以一天的现金流量800多万哎。各位，如果政府有一天不公布了，说从明天开始泰山收费站开放民营，你跟我半夜都要把它标下来，知道吗？因为标下来，每一个人轮流去那边站岗，知道吗？那个现金流都不知道收多少，告诉我脸，那个叫皇帝的厕所，没我们的份。可是也许有可能哦。以前说卖酒是不是要公民事业？现在有没有私人可以卖酒？以前说大哥大是那个中华电信公民的，现在我们开放远传，开放什么亚太，有没有？很多呢。以前说卖石油是不是政府在卖？那台是我们卖石油。哦，所以准备哈、哦，准备哈、哦。在这边赚到第一桶金，泰山收费站标起来，大家都把它标好。你负责造桥收费站，你负责杨梅、好树林，好吧？先登记好。一桶金绝对可以在 OG 咖啡里面赚到你人生的创业基金。好，那剩下的这些奖金，时间的关系，好，不用担心，只要你做到，不用怕。好，底层人越多，趴数越高。我看到这家的老板是来散财的哈，只要你有本事做到。他就有办法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奖金，总共加起来7笔，做到了红宝石。我说全世界的人喝咖啡都跟你有关系，不要再是局限于只有台湾或东南亚的市场。当你坐上了红宝石之后，全世界的人，我说不管红人、黑人、白人、印第安人，上线、下线、左线、右线、斑马线、博鳌面线，知道吗？他们所有的人喝咖啡，你通通都可以有红一分红。我们现在边看月亮在边喝咖啡， Holden Bugs 在美国干什么？我在想他现在不在晒太阳，知道吗？因为周期早班的人，你知道一在看太阳，啊，咱大家在看月牛奶咖啡有钱好尿哦，有哦，这个就叫做全球分红。好，以上的七笔就是 OG 咖啡的大红利，所以各位现场的朋友，你跟准备好啊？你准备好了吗？好了。赛跑不可以偷跑，做事也可以偷跑，知道吗？东南亚市场一片空旷，如果你看得懂，在5年、10年前，星巴克咖啡85度C 如果找你来投资加盟，你现在会是什么样，拥有什么样的财富机会哈？人家说机会来的时候有点就像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失惨重。高雄有一栋这个汉神财团，是不是几层楼高？85层楼哦。有一天有一个三兄弟，他们哦住在那个高雄的那个大楼，刚好就是最高的第85层。三个兄弟呢就在楼下地下室停车停好了，停好的时候呢他们就按电梯，诶奇怪，啊无电你知道吗？啊因到底85层呢，啊无电啊，要回去厝诶，无法度啊，不能坐电梯，只好干嘛？爬楼梯，从一楼爬到85楼，会不会很无聊？爬很久，对不对？那个三兄弟感情很好，彼此激励。然后大哥、二哥、三弟哈，我们大家边爬楼梯，看辛苦的话可以谈，那共同来背楼梯。但是哈，为了怕不要无聊，我们每个人来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好，看看比赛谁讲的故事最悲惨。好，这样子讲一讲，可能很快就到了。那大哥说：“好好好，来，我们开始爬。”爬到第12楼的时候，大哥想到一个故事。一公哈，这里去年在那个凌云路，台北的嘛，不是有个爆竹厂，砰的一声，送货的那老板当场惨死。那过路客不是还有一个孝子开车的嘛，开到那整个车飞掉，当场烧到变白骨。这里够熟，真人真事，啊，你有鼻颤不？哦，你拢无回无话晒，叫退心啊。啊，有鼻颤不？有够鼻颤的啦。哦，还有第二个故事，他继续爬，差不多已经爬到第40几楼，哦，一半哦。二弟，换你讲。然后我有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在更久以前，好，那个新生街台北，一大早哦，老公带着老婆经过一个面包店，等红绿灯，砰的一声，那个面包店气爆，哇，是不是要砰的？太太左那个转头一看，先生的头当场被炸轰掉，整个头飞出去，够不够悲惨？够，马西波会不会晒？够不够悲惨？够，我告比惨。爬，继续爬，爬到好不容易到84楼，差一层楼了哈。
哦，好不容易终于我爬到，哎，啊，我两个兄弟啊，拢讲煞，哎，三弟三弟，哇，你讲啊，你讲你拢还袂讲比赛的故事呢，较紧会着你啊，你讲，哎，弟弟讲，我是唔知道我这个故事是有比赛啊，无比赛啊，但是我要甲各位两位大哥讲一句话，阮兜大王的首饰，我都袂记得放在地下室的。上个比赛，刚刚那个大哥那讲的故事是谁的故事？是别人的故事哈。没带钥匙是谁的故事？自己的故事，自己最悲惨。各位，自己的人生要不要自己负责？要啊！如果八十五层楼叫做一个人的人生，从零岁活到八十五岁，你错过了机会，咋知安怎？哎，我赌，咋知如处如处，我赌安怎安怎，有没有？啊，你就赌在安怎如处如处啊！所以你忘了带钥匙，可以再从八十五楼爬到地下室哦。可是人生有没有办法在八股重来？没有办法。当机会从你身边过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懂掌握它？好、哦，其实刚刚讲到那故事，还有下集，知道吗？还有下集啦，因为、哦、他们从楼上爬到，从楼下爬到八十五楼，再从八十五楼爬到第十楼的时候，突然叮，一个欧巴桑那个拖把从电梯走出来了，哎、欸，欧巴桑，啊，我不是停电啊，啊，你哪会对电梯倒出来？我说哪有停电？那停电三十秒尔，电就随过来啊。他们那三个兄弟、哦、如果在每爬五层楼的时候都可以去按一下那个电梯有没有电，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那么白费力气了？爬到八十五楼下去，爬上一层就看一看电梯，爬一下就去按一下电梯，看看电梯有没有电嘛。各位在座的各位，不管你现在是几岁、哦、在你人生当中，每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是你的贵人，从你的旁边走过去、溜过去，告诉你一些什么讯息。你可不可以像那三兄弟一样、哦，爬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去按一下那个电梯，可不可以？可以。按一下那个电梯，看看是不是你的机会。所以今天来到这边，我想竭诚的欢迎大家 OG 咖啡的这一局哈，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刻。我相信未来从台湾辐射出去，我们东南亚跟全球的市场，在座的各位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样的历史的点，错过了它不会再来，一辈子就只有一次。台湾是华人市场的第一站。你有没有攻逢其胜？过去财团赚他的咖啡，我们来不及参与。现在你的朋友带你来这边参与，所以请你一定要睁亮眼睛，好好的看一看 OG 咖啡这个事业，绝对是你人生可以说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好，那很欢迎我们今天第一次来朋友跟老朋友，希望今天的一个说明会可以让大家对 OG 咖啡有更一层的了解。好，那已经加入的朋友，继续大家不断的去拓展。新朋友第一次加入，也要好好的把握。跟你的朋友不要再去问他OG可不可以做了，知道吗？问他怎么做比较重要，好不 好？ 好。希望明年的此时，我们在这边不要开说明会，一起来开庆功宴，来赚得你人生的第一桶金。好，我是黄成义，来自于台北，感谢大家的时间，谢谢。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黄成义黄老师？精彩啊！那么呢，我个人呢也常常在台上在演讲，不过呢，听黄老师的课哈，都没都孤立在吧哈。那我在谈论的这个商机的过程啊，在讲这些商机的道理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够听到一些很有风趣啊，和一些小笑话啦、啊，能够对我们人生有一些启发。那当然呢，我个人呢觉得这家公司呢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呢，我对它的理念呢，我非常的认同。第一个呢，刚刚是不是有创意，对不对？透过一个创意可以让每一个人得到健康，有没有推广、哦、这个用咖啡的模式让每一个人呢能够不用改变习惯就能够喝到零脂对人体的好处，这第一个非常有创意。第二个呢，这个老板呢也很有创意，他、哦、野心并不是很大、哦、但是呢他的雄心很大，他说呢我们只要达成这样就好，他定了一个目标叫做这样子，这叫什么？不是100%啦，是1%而已哦，你知道了吗？如果呢能够达到咖啡市场的1%，他说呢就能够造就成千上万的人得到健康跟财富啊！所以呢，是不要为他这个1%呢，我们给他掌声鼓一下吧。大家，我们陈毅老师呢也再次的强调了，这个机会真的是相当难得。那我个人也非常感谢我的推荐人明阳老师，我们是不是给他掌声鼓一下？那他这个不嫌弃我呢，不断的呢。来告诉我这个商机，那当然我也狠狠地把它掌握住了哈、哦。
那么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当然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啊，或者是挫折啊，或者是一些难题。那呢，就好像呢，当你在开车的时候，刚好开到一个小巷的时候，刚好前面有一只狗挡在你前面，你会怎么办？嘎逼啊，对，嘎逼逼，哎对了，好嘎逼。然后绕个弯之后呢，又碰到了一个人在前面，又挡着你了，怎么办？你安喽，嘎逼了。所以呢，这个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在人生的过程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存嘎逼这条路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呢，跟我们来一起来推广这个咖啡的事业，那么一起来创造人生的一个 OG 咖啡的事业，美好人生，好不好？好，今天的说明会到这边，谢谢各位来莅临，谢谢。